2015年的5月12号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来到野柳地质公园。今天也是受到整个台风外环流的影响，这个台风已经远离台湾的名称叫红霞台风。那现在看到正前方是所谓的野柳地质公园外围的部分，目前的天气大概在18到20度，天气还算不错，浪的话那属于浪中带小的部分，还算还可以。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整个野柳的风貌，这就正前方是所谓的叫停车场，在正前方买完票就可以走下来的部分，还算还可以。今天天气还算没有预期的，像有今天从苗栗出来下大雨，然后石门水库一直在下雨，在桃园的部分，来到整个台湾最北边的野柳地质公园。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片叫做东海，正前方这个山我们叫做单面山。哦，浪来喽！哇，稍微有点浪大了。有一首歌啊，就是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愿意，直到这最后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情。看到这边东海，你看想要什么心情跟愿望呢？许个愿望吧。今天是2015年的5月12号，下午的时间1点，在现场报道，幸福台湾为你分享，我是陈嘉祥，拜拜。